师兄们，我已经招了收养团子这户人家门口了。哎，你们放心，不，你们先不用过来，我先来处理，好不好？那团子就交给你了，有任何问题，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师兄们，包在我身上。团子，你对他做什么了？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孩子一直醒不过来。 这衣服你给他买的？嗯，多少钱？8万左右吧。多少？8万左右。8万？你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团子是缺钱命格，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都能要了他的命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他穿白嫁衣？你难道以为我虐待他吗？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团子才变成这样的？我早就说不应该找你当爸爸，我之前给他找了一个功德家生的好爸爸，结果没想到半路杀出你这么个杀气。 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不适合当父女。爸爸。所以你一开始给他找的爸爸是温景，对吧？对啊，温景身上的功德对团子是有帮助的。不过我后来呀，也告诉过团子，他找错爸爸了，但是他就是一根筋，认准了你当爸爸。我已经忘了。